我发现现在不吃辣是没意思了，来个加辣的竹节生，祝你们双击老铁步步高升。老公说我最近有点虚，吃点海葵补一补。下锅开吃。大锅这个是不是没煮熟啊？再来一个。来个巨无霸，听说这样吃咱家铁子会给我双击，我也不知道真假。